國家主席習近平在七一講話中提到，香港有亂到治，有治到興，必須落實愛國者治港。香港是一個國際金融中心，不能容許任何勢力破壞香港的制度。一國兩制一定可以行穩致遠。我希望香港市民多啲認識祖國。我認為尤其是年輕人，找緊機遇，把握機會，放眼祖國，香港一定會越來越好。